这一个月是我们雪萍老师逝世的2周年，我们国内外的种子老师也配合这个邀请了我们的日本的老师，他们就是诗画家过来跟我们国内外的种子老师一起来，就是说来展览。其实我们也是完成老师的遗愿。幅画我们在呈现的时候，它花看起来很多，但是不要每一朵都修得非常的精细，因为你每一朵都很精细，别人会觉得哇很好看，但是驻足点在哪边，焦点在哪边，光点在哪边，人家会忘记。你借由颜色上的堆叠，我们远看会感觉上哇，你好像在窗户旁边看一幅外面的风景。本身它树皮来讲的话，你撕开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网状的效果，那这个松萝它也是一个很绵密的缠缠叠缠缠绕绕绕在我们的松树的上面。那这里的话，我用这个树皮去呈现这个松萝的部分，它也应该是说寄生在松树上面。我不把它定义是寄生，我把它定义是已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张图我是纪念老师把它做出来，过去老师有那么大的一个肩膀让我依靠，让我成长长大，我永远就是跟他缠绕的，不没有就是这一段的师生之缘。
现出那个水是滚滚不同的，好，远处的水跟近处的呈现的出来是有一个聚焦的，好啊，还有旁边这个步道，就让人家感觉说人是可以在上面走的，好，所以当初的一个构思就像一个人走在这个森林里面。